建追没有什么其他方法，因为这个一定做得出来。第一个，他找法就是，你第一个建锥尾端，啊，然后用拇指不要大力顶，那个绝对是错误的，轻轻碰，大概就可以碰出来。碰出来之后，食指沿着建锥，所以它是变成这样，但是很多人是这样，这样就错了，一定是合过来。那这个是压在骨头上，然后你把它并排之后，它一定是在尾指的上端。对，这个也是我们现在小册子写的。对，小册子就是照我这样，然后一直摸索啊，这样写出来。然后这里第一点之后，一定不会有错。问题是，它还要再往上确定，因为往内绝对是在骨旁，往上就是你还要再确定。我是一般用拇指啦，比较有力。好，这个就是骨头，那这个就是我第一个要的点。好，当要点找出来之后，你手离开之后，那你的马步一定是也是这样。原来的手法我是这样，但是现在是这样，是我感觉比较好施力，也没有什么其他意义，就是我输武患者也要输武。那这样顶下去，因为我们是按推嘛，按好按住了，好，那其他就是推，那推均匀就可以，不要有念头，就是因为你顶死了之后，来回一定在筋上，好，那这个一定是在筋上，那来回不用说强调快或慢，就是均匀就好，一定是接近骨头为主，而又不碰骨头，越离开的越不标准。现在的动作就是这样，我这一手是揉这一边，这一手就揉对侧。